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得么还。今天有个老乡说洗衣机坏了，我们过去给他看看，看看是什么问题，帮他弄一下。谁跑不认得啊？不是老板，我。你姐。嗯。老师也好多年没看到，你那么认得呀？你咋么挨他看到我还认不得？老不认得。走啊，走上拿壶水。我咋晚点好点？弄得好呗。嗯，老上班也好。哎。他老跳舞，他也跳不了。一直吵吵闷是呗？啊。哦，那我洗碗的时候来了嘛。啊嘿，怎么样啊？走啊。走啊走啊。那个洗衣机，走啊，洗衣机，放着吧。走啊走啊。你们真能来的吗？我忘了来的。忘了。我是电视机买了，把头发染好了嘛，就按出来哈，咱们说不放哦。要得要得。放了我还有什么？回来的他拿那个拿把头上来跑了，我都跳舞蹈跳舞出来。那个是个往年个老电视，那个买的那个。哪个买的呢？哦，啊，我回来我。再看看，这儿先去看这情况这儿。看一下。什么的问题？房子是这个，后头就是水位有问题。是不是把那锁锁了咱？那不是锁，我是问你，可能水位有问题。水满了，它监测不到，所以它老放不停。这个脱水管它掉了，我们打点百德胶，然后把这个把它个粘上去之后，用铜丝然后捆泥道，这样的话它应该会结实很多，不容易脱落。这是因为这个脱水管脱落之后，造成这个传感器得不到水压信息，所以一直不停的进水。到后面去走上。我的哎呀！哎，你家人看到听不听？那到后面去走，他不听，他就慌忙了。数要不到啊，那字难背啊，数不到啊。要是老我这数到我那就搞得开心。嗯。那次老妈喊我们去帮，喊我们去啥？搞那个字难背。搞得还好些。哎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也没听着点儿，可能听着点儿，也听着点儿呢。啊，对，前面没听见，没听，没听着点儿呢。前儿没听着呢。来吧，手掌忙。是我能跑不动了。嗯。那么电也放不出来的。有点，我电了这等一下，也等一下。没做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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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